然后呢，有一次他在屋外，然后脸特别吓人，有俩小孩进着他，就被吓到了，然后就传说那地方变成一鬼宅。吴律师呢就想把这房子给卖了，给他老公去国外整个行。但现在因为鬼宅的事儿，这房子连卖都卖不出去。其实我还挺想劝秦然把那房子买下来，因为它比市场价格低啊。 哎，你多吃点儿。饱了，我说真吃饱了。吃了还没我多呢。真吃饱了。鬼还是一样。 Scusa. Everybody take a break. And for 15 minutes, okay? He fell in love with some girl. Guys, yes. Trust me. I'm sure about that. Working here. Yes. Don't worry. 怎么了？Hello，姐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我有件事必须得。先跟你说一下，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们看那别墅呢，它有点问题。网上传说那别墅是一个鬼宅。鬼宅？嗯。但这事儿我已经调查过了，说鬼宅呢纯属是谣言，那房东是被误会的。他本来就是啊，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？你别着急，我有15分钟的，你慢慢说。 什么？签购房意向书？嗯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不是，那你跟景然都说清楚了吗？那个房子网上不是说有问题吗？我都跟他说了，没有任何的隐瞒，我连链接我都发给他了。他什么反应？他就坚持说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，这些事儿他根本不介意。哦，可是真真。 那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啊，这个房子它是会影响二次销售的。这个我也知道，可是景然说啊，他买了之后会重新装修，然后焕然一新了之后人再搬进去，这谣言就不攻自破了。他说以后啊，人们就会传这个房子是著名设计师亲自设计的家。想不到景先生还是挺自信的啊。那行，既然你们都已经确定了，那我就安排吴律师尽快过来签合同。 哎，谢谢梅丽姐。真真，这景然同意了，白阿姨同意了吗？白阿姨可是连院子里一棵树的好坏都在意的人，这样的房子她能接受吗？这个事儿呢，我之前也担心过，可是景然说让我们先瞒着白阿姨，等她把这房子装修好了，气场好了，格局也变了，白阿姨进去自然会喜欢。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景然再怎么错，他毕竟是白阿姨的儿子，可是你不一样。他们的故事啊，真的很让我感动。吴律师非常的坚强，又非常的能干。李博士的脸虽然是毁了，但他还是非常的优。 别犹豫了，买了吧。你这么快就决定了？你不用再考虑一下吗？不需要了，买了吧。这是一件大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受我的影响啊。一点都没受你影响。那你应该还是跟白阿姨商量一下吧。这件事情这样啊，等我们先回去。回去之后我去看看房子。 重新设计设计，装修一下，因为一个房子的格局变了之后啊，它的气场就完全变了。等到那个时候，再带我妈去看房，她一定会喜欢的。也是哈。
有我们景大设计师在，什么房子都会变成福地的。其实让我买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呀？因为我刚才看见你说别人故事的时候又哭又笑的，我就特别想跟你一起去成全别人，而且我想告诉你，等我们住进去之后，我们一定也会有一段属于我们自己的爱情故事。跟你说话呢，你想什么呢你？竟然说他再过两周呢就会跟白阿姨一起回来住了，到时候啊他们会亲自去看一趟那个房子，他让我先把购房意向书签了，定金也交了。香港的女朋友啊，前两天还在店里面大闹了一场。真的假的？那这个曾慧敏不会也赌博吧？她是被骗的那一个。那她真的是太可怜了，她年年得奖，哎，怎么会被这么个渣男给骗了呢？得奖怎么了？情感上跟弱智。哎，小白脸的几句花言巧语呀，就被又骗财又骗色的。说不定人家曾店长呀，就是花钱买开心呢。这女人花钱啊，包男人也没什么，你情我愿的又不犯法，是吧？曾店长，哎，来开会了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？啊，有点不舒服。你这样吧，你要不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，我给你倒杯热水，你好好休息休息。不用了，有点着凉了，没事儿，我忍一忍就过去了。着凉可不是小事儿。你这样吧，我送你去医院看一看。不用了，马上开会。好了，别逞强了，身体最重要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合同的细节你们都仔细看一看啊，好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。谢谢。陈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是有事儿就没过来，但是你放心，手印和字呢都是来自己弄的。我相信你，吴律师。啊，我今天先把定金给你，两周后景先生回国再跟您签正式的合约。啊，谢谢啊。好。哎，是房屋的所在位置，华东大道111号9号院。没问题啊。嗯。然后认购金50万，行。嗯，要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在最后一页签字。好。好，按下手印。好，交换一下。好，恭喜你们。大夫，我就是感冒着凉，您给我开点相关的药就行。你是大夫，我是大夫，自己都会诊断了还来医院干什么？大夫，对不起啊，他可能是病糊涂了，我们当然听您的。你经常感冒发烧吧？先去验个血吧。经常感冒发烧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先查清楚病因再对症下药。不不不，不用抽血这么复杂，我知道我这是什么毛病，你就给我开点药就行。曾慧敏，
身体是你自己的，你对自己负点责任好不好？生病了就该听医生的，好好治疗。你这么逞强，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。大夫，您就给他验个血吧，全面检查一下。没事儿，总算还有个明白道理的。不是我危言耸听啊，像你这种讳疾忌医的，我见多了，到时候病情加重，受苦的还是你自己，后患无穷。对对对，大夫他不懂事，您该怎么治就怎么治。哎，来了，邵总，你醒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不着急。彭城回来了。彭城啊，那么一大早就回来了，他人呢？可能在房间，我给你叫去。彭城，彭城，彭城。行了，别叫了，肯定是偷偷回家拿东西来了。那你看，这是彭城拿回来的。我看彭城不是回家拿东西，他呀是特意回家送鞋子的。这孩子肯定不好意思当面送，所以就趁着你还没起来，悄悄地把鞋子放在这儿的。这给我的啊。制服可精神了。嗯，你还别说，这些啊穿着还挺舒服。彭城长大了，知道孝顺你了。谢谢你啊，穆总，今天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咱们俩这么多年同事了，跟我还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那个水啊，我给你放桌上了，还给你贴片感冒。你现在不舒服，抵抗力下降，万一再严重了，那可就麻烦了，多注意一下。记得听大夫的话，按时吃饭，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。我回去给你请三天假，你病好了再来上班。不用不用，我吃完药休息半天，明天就能上班。那我在医院里，那话都白说了。你不能对自己这样，你得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啊。不是，我喜欢忙，我一闲下来觉得浑身都不对劲儿。怎么会有你啊？人不是上足了发条的机器。如果你这样一味的卯足了劲使劲往前跑，
你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累垮的。再说，适当的休息，才能更好的工作，对吧？那是，再说句更难听的，你现在拿命去赚钱，难道将来想就花钱买命吗？谢谢你，穆总。您说的这些话，我都听进去了。听进去了，就照我说的话做，好好休息啊，病好了再来上班。那我先走了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那我就不送你了。好，等。放手，怎么放给他？你没事吧？我操！曾店长，我这个人记性不好，今天的事情明天我就忘了。你回去睡个好觉，让这不愉快都过去。多想了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？毕竟你还有我们这些朋友，还有华人店那么多同事。以后啊，你有什么烦心的事你就跟我讲，你就把我当一个垃圾桶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都往里倒。竟然可想你了，白阿姨，我也想你了。哎，您尝尝，这是我给你包的红枣水。呵，我想啊，您坐飞机坐了那么久，肯定累了，先喝一口吧，润润嗓子。嗯，好，好，我尝尝。嗯，嗯，好喝。累呢，要说是不累。这次井然呢给买的是头等舱，我睡一路呢。要不说那赶紧跟我说说那个房子情况怎么样啊？那个房子啊就在我们一会儿要去的酒店对面，那个小区呢环境特别好，有很多绿化，我猜您应该会喜欢的。然后那个现在的主人啊，他是一个研究高科技材料的博士，他太太呢是个律师，所以这两个人都属于高端的精英人士。妈，您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把房子的事交给真真，准会让您放心的吧。臭小子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放心了？我的意思是啊，你们年轻，有些事情考虑的不周到，是不是？是，白阿姨说的是。阿姨，您就别担心了，一会儿啊您先回酒店休息，如果你想吃什么您跟我说，我马上给你安排。哦对了，晚上我还给你安排了一个按摩。哦真的？放松放松筋骨。哎，你怎么跟个秘书似的？从下飞机开始我就一直站在你旁边，你是不是应该先看我一眼？嗯，我这不是怕白阿姨坐长途飞机累吗？哎呀，真真啊，我们真真安排的简直是太周到太好了。儿子，我这一会儿进酒店以后就进房间休息，到那个时候呢真真交给你，我就不给你抢了啊。我拍戏我先过去了啊。
这是你的房卡。啊。我帮你拿吧。哎，等一下。我。我从一上飞机就开始数着时间。是啊，八阿姨要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，肯定累坏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许再提别人。我说的是你妈妈。我妈也不行。不在的时候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觉得还可以啊。房子也卖了，业绩也有，花园店那些同事也挺照顾我的。好多船啊！是。怎么这么多船呀、啊？Thank you.
听时间交付真心的回应，我爱你。真真带景然和白阿姨去看房子了，要是美丽姐能卖出这套房子，肯定能拿不少提成吧。哎，你说人家真真要帮景然找别墅，这郝美丽瞬间得把这事儿搞定了。人红路子野呀，郝美丽挺硬。怎么了？说没毛病啊，这话。你这怎么了？你是担心人家真真啊，还是眼红这郝美丽啊？不是，这破房怎么老这么慢啊？要不然不要了，拆了，别用了。这填了吗？这晚上要结了，快去吧。身份证，这没网也能填。说着话都能睡着，真行。白阿姨，哎，你看这就是大客厅，这个采光特别好，而且现在的装修啊是简约和现代的模式，嗯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和景然。嗯，阿姨啊，这边呢是我们客厅，那边还有个小书房，我们这出去呢还有个小花园。哦，那去看看。嗯，那我带阿姨过去看一下。好好好。姐，那边那个小书房我看过，特别适合给你做工作室，那个风景啊，看出去就像一幅山水画一样。还是你了解我。这个房子的结构，我还真是挺喜欢的。嗯，看来你有做设计师的天赋啊。别闹了，不许闹，开玩笑，走。哎，儿子，这是咱们在手机上看的那房吗？不是吧。这是真真的同事给咱们另选的一套房，但我觉得也还不错。挺好的，这个院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孩子们有玩的地方。真真，儿子，将来你们结了婚，多给我生几个孩子啊！我看着我孙子们在上面跑来跑去的，我开心啊！哟，阿姨，真真是您的准儿媳妇儿啊？对啊。您可真有福气，长得那么好看还懂事。是吗？我们这儿还是学区房呢，旁边都有很多好的学校。白阿姨，景先生，我带你们上二楼看看吧。好，谢谢。好。我们二楼有四个卧室，采光都很好的。
这个是主卧，主卧跟卫生间还有衣帽间连在一块儿，整个空间上会比较大一点。是还不错。刚才还在这儿呢，可能在下面转悠呢吧，我们进去找找。实验用的实验室，我不是有意要吓您的。什么实验室啊！我碰见鬼了！哎，门自己就开开，就自己关上了，我看见鬼脸了。阿姨，您看到不是什么鬼，可能是我先生，这没有什么鬼神的。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你家楼下是这样的呀？走，妈，快走，我不能在这儿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！我跟你说，竟然啊，真真啊，真的我撞见鬼了！我就看你脸，哎呦，不能买，反正这房子是不能买，真的不能买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白阿姨，我已经跟您解释过了，您撞见的是我先生，不是什么鬼神。我先生是因为实验造成面部受伤，所以深居简出，外面就有很多不好的传言。什么传言？不是你说清楚什么不好的传言？这些话啊，我都跟程小姐说过了，我也是希望你们能够慎重的考虑。真真，妈，不是，你知道啊，你知道这房子有不好的传言，那你怎么一个字儿都不提呢？白阿姨，
这房子确实之前是被人传说是鬼宅，我就是怕你不舒服，所以就先瞒着您，没跟您说。鬼宅？我是。哎呦，真真的，你知道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你知道不知道我买这房子要干什么呀？啊，我是想让你和景然在里面结婚生子，好好过日子。你懂不懂一个房子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？这不是空穴来风啊！他们为什么不买这房子了？他们为什么在里面住啊？你知道里面那个乱七八糟那个样什么房子那是啊？你怎么能够这样呢？哎呦，乱七八糟做什么事呀？真的不知道，谁知道做什么鬼东西？不知道，简直不知道。白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是我之前考虑的不周到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白阿姨，是我考虑的不周到。别生气，这个事儿不怪真真，瞒着你是我的主意，不是真真的主意，所以你别生气。不是你不，这事儿你知道？这事儿你，我知道。哎，你们，哎呦我儿子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呀？妈，啊，儿子，你以前不这样的，你以前有什么事你都会跟妈妈商量的，现在是怎么了？妈，我现在是。有女朋友了是吗？有女朋友就不要这老爸了是吗？真不是这个意思，妈。白阿姨，那这个房子不要了，别再提这房子，别再提这房子。阿姨，您别激动了啊，房子您可以不买，但按照合同，定金我不能退给您。啊？50万定金，你说不退就不退了？哎，是你房子有问题，你凭什么不退了？阿姨，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，我也是唯物主义者，所以我们都不相信鬼神。对，但是我看见了那个脸。我跟您说了，您在房子里看到的是我先是实验用的工具和模型，我不是故意要吓您的。您现在一口跟我一个什么鬼啊神啊，这是对我和我先生的侮辱，也是在侮辱我的房子。吴律师，白阿姨今天已经受到惊吓了，请你照顾一下她的情绪好吗？还有那个定金的事儿，我们之后再商量商量。没得商量，不买。曾小姐，你们是专业的中介机构，买方单方面撕毁合同，定金是不予退还的，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。什么叫你我们单方撕毁的呀？什么叫我们单方撕毁的？两位都冷静一下。哎，是你房子有问题，我才不买的。不是你不退定金，你凭什么呀？啊！你千万别动怒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不值得为这点事儿啊！注意身体的。简直是。吴律师，我妈是在你们的房子里受到惊吓的，难道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有，我已经道过歉。这跟道歉没有关系。我妈是在你们的房子里受到惊吓的，所以她现在不想买房子了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，对吧？我说了，我已经道过歉了，误会我也解释清楚了。我是律师，希望大家都能理智地看待问题。定金的话，我只能按照合同，不能退还。很抱歉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吴律师，不是，哎，阿姨，阿姨，我去跟他谈。哎，我去跟他谈呗。太不讲理了，你还是律师呢你？啊，曾队长，不是你跟我说。他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不是我要不买这房子，定金一分就都不退给我，是吗？不不不，The 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,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,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.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.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. You've become my only star. Where it'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. I follow wherever you are. Baby, I won't let you feel afraid. I'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. All these memoriesWon't be erased.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. Hey, I know you know.
facing off. Then I know love is here. I see you in my future.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. You've become my only star. Where it'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. I'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. Baby, I won't let you feel afraid. I'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. All these memories won't be erased.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. Hey,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. I'm falling.